的任务，回来写最新闻给我。好的，主编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。是谁？搞半天是个公务员。我要是再采访不到大事件大人物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名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剪吧。Come on, hurry up。不用，谢谢。H4 不是国际新闻上的传染性病毒吗？难道国内也有案例了？这可是个独家新闻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Are there any infected patients for sure? Yes, no kidding. So, we keep this as a secret? It has to be. There is a restricting order, an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, the authority would not let the news out.主编，你为什么把我的稿子退回来？你是一个记者，你居然问我为什么退你稿子？我不明白，我并不觉得我的稿子有任何的不妥。你不知道？你先坐下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发表出去会有什么影响？你想过后果没有？无论你听到的信息是真是假，这件事情你只能当没有发生。现在处于敏感时期，你这样做对自己和报社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可是我们不是记者吗？记者就是搜集信息，传播真相。现在 SH4 已经出现了首例感染者，如果我们选择不报道，那就是掩埋真相，那我们就真的成看门狗了。主编，你难道忘了记者道德守则说的是什么了吗？亏你还说你是记者，还有新闻检查制度吗？我这篇报道一没反政府，二没泄露国家机密，怎么就违反新闻制度了？但你想过没有， SH4 病毒已在国际上引起恐慌了，敏感时期的真相也相当于机密，在我们没有掌控 SH4 病毒的情况下，把你所知道的事情真相说出来，人们便会开始恐慌，谣言四起，这种动乱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，一旦出现，政府必将采取强硬手段进行控制。可是现在已经有了感染者，不代表没有其他的潜在患者，如果选择不报道，哪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感染者出现。人们有权知道真相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告诉他们真相。至于我的个人安危，我已经置之度外，希望你也和我有一样的觉悟。只是暂时不公布，不公布是为了保护人们，避免到时候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你说的也对，传播真相是我们的职责，但这一切都是以社会稳定、人民利益为先提条件的。况且并不是所有人和你一样真相至上。作为你的主编，我有权利也有责任不让你发表这篇新闻。记者是以人为本，不是以真相为本。抱歉，我的记者守则里面没有这一条。你也无权为群众做决定。那你就可以吗？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，我就发到网上。我就不信不能躲过这个监察制度。我是记者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只要这篇一发出去，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轰动。啊，先吃个饭，洗个澡。
试一下。靠，这一次连文章都发表不出来了。